据台湾媒体报，好莱坞男星约翰林德普身家高达25亿元人民币，与嫩妻艾梅伯希尔德婚姻仅维持15个月，二人未签婚前协议，德普应将两人婚姻期间的收入分一半给艾梅伯，他另还可拿到最高总额约为900万元人民币的赡养费，但德普目前只想用小钱打发嫩妻，仅愿意支付约250万元人民币的赡养费，和艾梅伯的预期差很大。艾梅伯还控诉强哥家暴，向法院申请永久禁止令。双方律师日前已私下讨论和解事宜，但德普只想付小钱打发艾梅伯，艾梅伯坚称自己是受害者，为保护自身安危，不愿意接受协议。